请掀开经本第33面，戒律妙法能生信解，恒供精勤严师供练。这个坦德里面文字虽然不多，他告诉我们的这个修行重要的原则，一定是先有信解，而后才有行证。清凉大师说得很好，他说有信无解，增长无明，有解无信，还生邪见。这两句话讲得非常之好，所以学佛，这个信了以后，一定要发心深入经藏，深入经藏这一句我们也不能够误会，不是叫你去研究读诵大藏经，你这么个想法呢就错了。这个经藏两个词，经是经典，藏是含藏的意思。任何一部经典里面都含藏着无尽的义理，所以说一经通，一切经通。那么由此可知，深入的意思是叫我们深入一门，而不是给我们说的门门都要深入。门门深入是最后的目标，怎样才能门门深入呢？一门深入了，门门就深入了。所以你要想门门深入，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实际上学一门就行了。一门通了啊，无量无边的法门都通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一门通了一切就通了呢？这必须要知道啊，佛所说的一切经都是从真如自信里面流出来的。这个一部经怎样才算是通呢？一定要通达自信才算是通。也就是说，你在这一个法门一部经里面见性，这一部经才算是通了。这个明心见性，禅宗的话，在学教的教下叫做大开圆解，大开圆解才算是通了，圆是圆满，一法不漏，事出世间
一切法了，都了解了，都明白了，这才行。那么在佛法教学呢，你才算毕业了。教下没能大开眼界，参禅没有明心见性，不算毕业，不算是成就。可是在净土宗里面就不一样，宗门教下那个标准在净土宗是礼义心不乱。净宗法门不需要那么高，只要你功夫成片就能待业往生。往生就是成就啊，这个是净宗的成就，跟其他宗派成就不相同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易行道啊，宗门教下都是难行道，不是易行道。而净宗这个易行道的成就又超过那些难行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这是宗门教下的都达不到。禅宗明心见性实在讲原教初度菩萨的地位，教下大开圆寂也是原初度的地位，哪里能够跟八地菩萨相比呢？这个净宗啊，下下品往生是八地菩萨的境界，所以说是这个方法容易，成就啊无比的殊胜。我们对这个法门先要信，信了以后要记，要常常读经，要常常听经，你有正信正解，然后才有正行。什么叫正行呢？发菩提心，一心专念，这是正行。正行而后才有正确的正果。在正正。什么是正果呢？你现前生活工作就与净宗的理论境界相应。换一句话说，你现前就过极乐世界诸上善人的生活，这叫正果。这句话如果还听不懂，我们再说得浅一点，现前我们的生活工作与这些往生经、无量寿经、弥陀经、观经，乃至于行愿品、大势至圆通章，都能相应，这就是正果，证明了啊，生活当中证明经宗的理论境界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是信因解，这是正确的，
真心了。不但真心，而且真心。真心是理没问题，有理论依据，我相信这真心。他真正相信啊，思想也证明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证明了，这个叫真心啊。那么解，由于你的信心，由于你在生活当中实践，你这个解，解就解得更深啊，理解的就更广。那么这些都是主咒神的意思。舍为上首，多半都是气势兼主，所以都称之为神。那么这是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清凉是唐朝时候人，他那个注解是给唐朝人看的。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这个神是另一个看法了。所谓神，神奇莫测，他的智慧，他的聪明，他的技巧超过凡人，我们称他做神。那么这样的解释，现在人能接受，现在人听着很欢喜，能够达到教学修正的目标。清凉大师告诉我们，要是依据梵文的经典，除了金刚神之外，其余的所有的神众全都是女神，以女神来表法是表慈悲啊，这个女子的心比较柔软，比较慈祥啊，是菩萨的心。那菩萨就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哪一个行业，菩萨的心都是非常慈悲，待人接物非常和蔼柔软，取这个意思啊，这样呢才能够摄受众生。那么就是赞叹文里面这个介于妙法能生心界，而且能够精勤严师供电。严师供电的意思跟诸位说过了，这个是表法啊，就是表慈悲富裕的意思。经文到这个地方，我们回想一下
从第十主驾身一直到这一段第十九主咒身，这里面呢十位实在讲呢这十个团体，它代表菩萨十行，利益众生因果的法门。前面讲过摄住菩萨，摄住是祝福之住啊。那么摄行菩萨呢，行佛之行，这个是为神众啊，代表行佛之行。大经里面跟我们讲，这个摄行菩萨，第一尊是欢喜心。第一是欢喜心，在这个地方是以主驾神来代表。主驾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这就是现在所讲的农业专家。如果把意思引申，凡是从事于生产行业的都是属于这一类。从事于生产这个行业的。在表法里面代表菩萨六度万恨。无尽的法位利益众生，利益自己，如果这个物产非常丰富，我们衣食住行甚至包括精神生活都能得到丰足，那怎么不欢喜？如果是配这个文殊菩萨十波罗蜜来讲，欢喜心是布施波罗蜜，这是修布施波罗蜜啊。第二，主和神啊，这个是水利专家了啊。我们谈到国家社会的基本建设，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基本建设里面最重要的水利，所以这个主河神、主海神、主水神，这个三类与水都有关系。说明水利工程的建设非常非常重要，绝不亚于交通，公路、铁路、航海、这港口，不亚于这些建设。那么现在再加上能源、发电，
这个是从物质建设的基础啊。那么有这些建设，这个社会呀，是不是就能够繁荣兴旺？不见得。但说繁荣兴旺可以达到，但是要想人们的生活美满，那还不行。所以基本建设里面呢，还要加上一个教育的建设。而这个教育是我们大乘佛法的教育，跟中国儒家的教育，伦理的教育，智慧的教育，你才懂得怎样做人。配上物质文明，真正达到生活的美满。否则的话，有这些物质基本建设，后果决定是富而不乐。不但不乐，如果引起一些误会冲突，还导致于战争，非常残酷的战争。这是我们不能不了解。那么在诸佛神里面，我们看到普法熏流，普结全境，救护众生。这十位上首，这三个名号非常重要，这里面的含义是教给我们，利益要与一切众生共享。利益里面，大家看得最重的财富，今天所讲的经济财富，这个要流通啊，财要布施，不要积蓄，财要与社会大众共享，不要独享，这个是普法熏流教给我们了。普结全境，这全是源头啊，水源啊，要干净啊。水源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的心，比喻我们的念头，心念要清净，要善良，这样才能够救护一切众生。救护众生，就是自己真正的幸福。这是第二行菩萨，二行是饶业行，饶是丰饶啊，业是利益了。最丰饶的礼，你看用诸河神来比喻，河水长流啊。我们中国常常把水比作财啊，也很有道理啊。那个财要常常流，那是真正的福报，真实的利益。这个财如果不留，被一个人夺去了，
这世间灾难就来了。一定要流通，不流通啊，祸害就来了。像这个水一样，水这个河要是截断，叫它不流，那就泛滥了。一定要流得很顺畅啊，这个是才能利益众生。第三，主海神，我们把它说作现代的航运专家啊，主管这些运输的，比如这个上首德号里面有出现宝光啊，这个海航海带来财富啊，比如是出现宝光。海潮雷印啊，海潮比喻守信啊，什么时候涨潮，什么时候落潮，每一天有一定的时候啊，很守信用。那么这些都是比喻法性大海。以智慧德能利益一切众生。那么这是第三，无违逆性。啊，这个守信就不违啊。利生呢就不利，不是利自己，是利益一切众生。那么第四，主水神，水神也是属于水利专家，跟前面主河神有大小广狭之分。表法里面有普心云传，佛家常讲慈云法语，救护一切众生。水之流非常活泼，它一定是流，你这个地方障碍了它，它从旁边流过去。所以这个第四行的菩萨无缺恼心，它有这个意思在。你看用哪一类来表哪一个位次戒位的菩萨，他都排得恰到好处啊！啊，所以这个三位啊，主河、主海、主水，我们细细去观察，他都是表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定要流通，换一句话说，一定要利益一切众生。古人明白这个道理，现代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实实在在讲。古时候啊，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外国人不懂这个道理。你看中国，2000年前，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礼记》这本书写成，决定在汉朝之前。
这一般学者们认为他是春秋战国到汉朝啊这一段期间当中完成的。他不是一个人写的，很多人写的。礼运大同篇啊，许多人都念过啊。中国在几千年前就是大同的思想。不识功利主义，不识自私自利，那么中国现在的中国人把中国的古籍丢掉了，不要了，学外国人的功利主义，学外国人的自私自利。招致我们今天社会动乱，我们生活过得这么痛苦，其来有自啊，不是没有原因啊。我们要觉悟，要明了啊，自己有好的东西应当要保留，要发扬光大。所以中国的古人念念利益社会利益众生，他们将他一生的智慧一生的经验写成文字，写成书本，流传给后世。他并没有自私，流传自己的儿孙，他不是，流传给社会大众。而佛经更了不起。你看佛讲经任何一部经到最后劝勉大家流通，流通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在现代我们看看许多这书本后面你翻开版权页不准翻印，有著作权翻印必究，这个就像水一样毒死了，不准它流通啊！不准流通怎么办呢？就发大水呀，就把它自己就淹死了。这是贪爱之水呀、把它淹到哪里去？死了就变魔鬼了，融入魔鬼道了。鬼都是被水淹死的呀。这个水是贪爱之水呀、所以不流通。这个故事啊，无量无边啊！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你就晓得，不仅是书籍、佛法要流通啊，样样都要流通啊！这个流通的意思。就是样样与社会大众共享，就是流通的意思。有福不要一个人享，有福大家享。
想你佛的人越多，你的福报就越大。这些事实我们也能够观察得出来啊。你看这个世间，谁流通布施的最广呢？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之后，全心全力做布施流通的工作49年。49年的时间不长啊。你一看他的福报多大。今天这个世间，人家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形象，恭敬赞叹顶礼膜拜。你说这个福报多大？孔老夫子也做布施流通的工作，这个心量啊，没有佛那么大。从哪里看到呢？因为佛每一部经都劝大家流通，孔老夫子没有。孔老夫子也备受世人的赞扬尊敬，但是那个赞叹尊敬的程度比不上释迦牟尼佛。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孔老夫子的后人，他的子孙传到现在70多代了，在台湾孔德成先生，孔夫子的后代啊，他走到哪里，大家都对他特别礼遇、特别尊敬。为什么呢？孔老夫子的后代。我听说有一年他到美国去，美国人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也特别礼遇他，沾祖宗之光啊。那他的后人的时候，世间人对他这么尊敬啊。释迦牟尼佛没有成家立业，没有子孙传下来啊，但是有学生啊。今天听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你看这个社会大众也特别尊敬啊。现在出家人在社会上不受人尊敬的，这是现代这个时代。前清的时候，出家人呢在社会受人尊敬，比我们现在大大不同。民国年间之后，出家人在社会上地位没落了，不能责怪社会大众对我们不尊敬。实实在在说，是我们自己所作所为不值得人尊敬，这是事实啊。为什么不值得人尊敬呢？我们今天是冒充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不是真的。剃了头，实现出家相，打这个衣，佛教我们做的没有去做啊，佛所讲的话没懂啊，
没去做啊，所以是冒充的佛弟子。这个社会上看到冒充佛弟子，没有尊敬的必要啊！如果你是真佛弟子，自然呢，社会大众就尊敬你。这一定的道理。这都是流通的德相。我们应当要深思，应当要奉行。决定不可以有一点点私心，顾到自己的利益而不肯呢利益社会大众，这就错了，与佛的教诲完全相违背。第五类，诸佛身，我们把它说作今天从事于能源工作的这些专家，研究开发，都是属于诸佛身这一类。上首德号里面，普光严藏，普济光传。意思都很深很广，德号里边有一个普，与前面讲流通的德行就相应。普是没有分别没有界限，光是光明的，光焰藏，无限的光明，这是信德的智慧。这一句是表根本智，后面这一句是表厚德之，普及广传，积还要累积，无所不知。在生活当中累积智慧经验，在工作里面累积智慧经验，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也累积智慧经验，这就是普及广传，所以才能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高度的德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这是第五行的菩萨，无痴乱行。无痴乱就是弥陀经里面所说的一心不乱，
所以用无痴乱行来配诸佛身，他配的都非常自然，非常恰当，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去体会。菩萨行应当怎样修学？第六，主风神。我们把它看作主持各种运动的专门人才。这个运动，社会的运动，那就太多太多了。这个地方举几个例子。譬如学术上，在中国过去有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对我们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大了。但是它是一个运动，文化的运动、学术的运动，乃至于政治上的运动，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里面包括的范围就很广。幕后我们有一句说：“凡是能够变异风俗习尚的，还包括演艺的人员。”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菩萨决定是正面的，决定是善良的，所以第六行的菩萨叫善现行，现现身说法了。佛经里面常讲的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这个化身叫应化身，应以什么身份度众生呢？菩萨就示现什么样的身份，善现。应当说什么样的法门，他就说什么样的法门，善术啊。那么这才真正做到契机契机，真正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么由此可知，法没有定法，相没有一定的相，我们学佛要从这个里面去体会。真正学佛的人，学做佛，学做菩萨。菩萨佛跟凡夫有什么不一样？菩萨佛，我们说一个最粗俗的话，是为众生活的，不是为自己。凡夫是为自己活着的。
啊，或者为家庭活着的，啊，乃至于只有抱负的人，我为社会国家活着的，佛菩萨不是。佛菩萨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现象，现身。佛菩萨有没有身？没有身。佛菩萨没有相。没有身，没有相，能现一切身相，所现一切身相，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呀。佛菩萨教化众生，有没有喜怒哀乐呢？有。喜怒哀乐都是度众生的，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手段，不是为自己啊。如果为自己，喜怒哀乐就是烦恼，就是造业啊，就变成业障了。诸佛菩萨不造业，给诸位说，善业尚且不造，何况恶业啊？善恶业通通放下了，通通断了。这是佛不得已啊，给我们说一个名词，叫净业。佛菩萨造的业叫净业，实际上“净业”这两个字都多余啊，它没有然，哪来的净啊？那么说这些话，都是为了方便众生，随顺众生而说的。我们要想学菩萨行，你把这几个名称记住：欢喜行、扰疑行，我是不是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当中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我是不是这样做的？所以欢喜心呢，在佛门里面表法头一个是弥勒菩萨，表欢喜心，我们有没有做到？如果令众生生烦恼，你就修颠倒行了，那大错特错了。假如这个众生看到我就生烦恼，怎么办呢？赶紧走，躲避他。哎，他替看到欢喜啊。哎，你看这个人怕我，他看我来，他就走了，他高兴欢喜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饶益心一定要令众生得真实利益了。菩萨名号就是菩萨行的总纲领，跟我们说了十条啊，无违逆，绝不违逆心得，这个就切记了。也不违逆人情，你就契机了。
利益双起，这个才是菩萨心啊。对于众生要很清楚很明白，众生可怜啊，众生的行为与这十条通通是相悖的，相反的。我们今天学佛，我们也是众生，从今天起我们要回头，回头是岸。我去哪有善巧方便，能够通过重重的障碍，有智慧有善巧，懂得累积经验，懂得累积智慧，以善巧方便显示自己的智慧德能，帮助一切众生无痴乱。无痴乱就是有智慧有方便，还要善于表演，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啊，在《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你要会表演啊，表演全是利益大众的，表演绝不是给自己欣赏的，绝不是自己娱乐的，表演是娱乐大众，给大众欣赏的，这个叫善现行啊。我们平常过日子是表演的，工作是表演的，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样不是表演。看我们表演的有有情众生，有情众生里面还包括着鬼神，往上面呢还包括诸佛菩萨也来看我们表演了。我们认真学表演，诸佛菩萨也帮忙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表演。诸佛菩萨是最高明的演员，在净虚空变法界，变换种种不同的身相，表演给一些众生看。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这是他们表演的目的。我们佛家称这个表演叫弘法利生，所以这善现行。第七字是主空身，我们把它看作现代的太空科学家，从事于太空科学研究，与太空科学的这个事业都是属于这一类现代科技，向两个极端来发展，
大的则走向太空了，入空城的意思，小的走向了极其微小的，他们研究原子、电子、基本粒子也是主空神。那像这个阶段，他们发现宇宙万物的真相，就现代科学家说，确实没有物质存在。这是他们发现的。我们以为哦，这物质都存在的，他们眼光里没有，物质确实不存在。那么物质现象是什么呢？他们观察出来波动的现象。这个跟佛法《法相唯识》里面所讲的很接近啊。你看唯识这个名词，唯识法相的学者不承认这个宇宙之间有物质，他不承认的。那宇宙现象是什么呢？他说唯识，唯是唯独，只有识，相是假的，不是真的。相是所变的，实是能变的，能变是真的，所变是假的啊！所以他们尊重唯识啊。就唯识这个观点来说，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唯识。识是分别执着，是妄想。一切法从心想生，不想呢，不想这一切法就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都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梦里是比如说妄想啊，有妄想的时候，明明有六趣，有六道轮回。觉了之后啊，妄想没有了，妄想没有了，六道轮回也没有。所以对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什么呢？妄想。这是真的。一点不假。相中称为唯识。科学家观察波动的现象。那个波动现象，这个性相两宗都说，相中尤其说得明白。意念不觉而有无明，不觉无明就是波动。从这个极其微细的波动，演变成巨大的波动，这样就变现出十法界。这个设法界的现象这么来的，所以科技的发展，无论是向极大或者是向极小，都是诸空，都与空相应。在上首表法里面，净光普照，
颇有深化。都是显示的心得。静要静啊，我们念佛，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秘诀，静念相继。菩萨说的这四个字，跟这一边讲的净光普照意思完全相同。光就是念啊，普照就是相继啊，没有中断了。我们今天念这个佛号，这个佛号从心里面生出来，口里念出来，自己耳朵再听进去，这就是净光普照。照什么呢？照性德，照自性啊，能照自心，才能照法界。为什么呢？自性跟法界不二啊！凡夫之人把自性跟法界说成为二，误会以为二。觉悟的人晓得自心跟法界是一，不是二。特别是在华严上，净土经论古大德的注解也不例外啊。我们在净土经上跟诸位讲过华严三昧，华严三昧的基础是什么？一心，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所以科学家讲啊，虚空万物，所有一切物质是波动的现象，没说错啊，跟佛讲的一样啊。所以这是与空相应啊，普有深广，普有是比喻，我们的心无处不在啊，尽虚空遍法界，过去现在未来，就跟虚空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的智慧呀，亦复如是；我们的德能呢，也如是啊。样样都如是啊。普游是这个意思啊。哪个地方有感，立刻就应。应是应，就是现身。就是表演，就是说法。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示现在六道，示现在佛十法界，干什么？为人演说四个字啊，他就为这个。演是表演呢。表演给大家看，大家看了有疑惑，有疑难，
为他解答。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就干这么一桩事，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他什么事都没有。善于表演，演哪一行像哪一行，表演的逼真，表演的道家，表演的尽善尽美，这就成为示范了，是社会大众的好榜样。这里面我们跟诸位提到，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是万法之一，因果是万法之一。有人曾经问过我，那为什么因果不空？因果的相是空的，说因果不空呢，因果里头有两桩事情不空，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转变，因会变成果，因空，果又会变成因，果空。但是它转变呢，不空啊，相续不空啊，所以说因果不空啊，是说它转变跟相续。我们知道空，就与一切法不执着了。有什么好执着的？空的啊。所以分别执着是错了啊。不学佛的人不知道这是错误啊，不知道啊。学佛的人晓得这是错误啊。为什么呢？一切法不可得，你有分别执着，你就错了。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无所有，这六个字在《大般若经》里面重复了千百次。佛是加深我们的印象，告诉我们宇宙万法的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都是说明啊，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你一定要执着，你怎么会不生烦恼？你怎么会不堕落呢？谁叫你生烦恼的呢？哎呀，那些人叫我生烦恼啊！那些人叫你死，你为什么不死呢？你为什么那么听话呢？佛教给你为什么不听呢？你既然喜欢听外面的佛菩萨教，你应该也听啊。不听好人言啊，吃亏在眼前啊。所以你知道一切法体相都是空寂的，你就不住。金刚经上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就不住了。不住就是不分别，不执着。
这叫不住。你又明了啊，因果转变相续不空，你才会生心啊。真心自度度他，这个身心就是发心，发菩提心啊，身心就是发菩提心啊，发真正觉悟的心。一定要帮助自己成就无上菩提，也就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要在这上努力帮助自己，自己心的虽然觉悟了不够啊。怎样才能叫自己成就圆满呢？一定要帮助众生啊！所以大家要晓得，自他是一，不是二啊。自他不二啊，帮助众生呢，就是帮助自己；成就众生，就是成就自己。我们不肯帮人，那怎么行？所以，诸佛菩萨现身说法，教化众生，永远没有间断。成了佛之后，道家慈航。还是不休息，不疲倦，不厌烦的，照样帮助众生。这一点我们要细心体会，要认真的去学习，学佛。就在生活当中学，修行就在处世待人接物里面修，离开一切众生，你到哪里修啊？修行的原则，就是在一切境界当中修智慧。修定功啊，修戒定慧啊，戒跟一切大众守礼守法守规矩，这是戒啊。定呢，在一切顺境不生贪爱，没有定力；逆境没有嗔恚，这是定啊。也就是说，顺境逆境里面修什么呢？修不起心不动念。你离开这个境界，你到哪里修去？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迷惑，这是会的。你外面顺境逆境，善人恶人，不是不清楚，不清楚你迷惑糊涂了，清清楚楚是会，不生好恶是定，对人有礼，受罚是戒。戒定慧是在生活当中啊，
这样，我们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念念都跟戒定慧相应，行行都跟戒定慧相应，你是修菩萨行，你行菩萨之行，你这才能契入华严境界。所以主空神，你看看是第七行的菩萨，无著行，第七行叫无著行，空就无著嘛，第八主方神，主空跟主方啊，我们都讲得很详细啊，好像每一段呢，我们都花了四个小时。主方神要落实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主导一方，或者是主导一个时代，这样的人物就是主方神这一类的，这个里面的范围很广，我们这里略略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学术，能够主导一个一方，一个地区，主导一个时代，科研、科学的研究，或者是工业，或者是商业，这个很明显，在过去，在我们中国，农业主导我们这个国家，大数千年之久啊，现在逐渐演变。这个工商啊，取而代之，这个是这个、在转变呢。那么其他像外交、军事、文化种种文化里面包含就更多与我们生活密切的。这提起来诸位都晓得，现在是流行潮流，潮流也是主导一方或者是一个时代，饮食服装，这非常明显的，而且时间并不很长，娱乐里面的歌舞特别是音乐歌唱你看看每一个时代不一样在这个时代很流行的都属于主方神一类50年前流行的那个时候主导一方，现在不流行，现在又有一种取而代之，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清凉大师在这个注释里面有几句说得很好，甚至教光无不隐摄，菩萨之身身充满了智慧，
教，教就是表演，教学的方法。极其善巧方便，那就叫放光啊。全身放光啊。一切设施也放光啊。无疑不是摄受众生。才能收到教化的效果。比喻里头说，如日中天，相续不绝，永远没有中断，不疲不厌。这是他的悲喻，像太阳。每一天晚上下山，第二天他又升起来，这是表示永远不绝的意思，相续的意思。目的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主方神是第八行为的菩萨，第八行叫难得行，这个世间人称为稀有难得。他善于表演，第九主业神，我们也用很长的时间跟诸位介绍。二在华严经里面对于竹叶神相当重视，善财童子53参，53位善知识里面除竹叶神之外几乎没有相同的，相同身份的好像是没有。出家人虽然有几位，但是所修的法门不一样。主业神呢，占了8位呀。而且呢，地位高。初地菩萨到八地菩萨，这个8位大菩萨，在地上我们称是摩诃萨了。前面3行啊，施住、施行、施回向，我们称菩萨；初地以上称摩诃萨了，这大菩萨了。从春和女神。这是初地，一直到八地，不动地，这个8位菩萨都是诸业神。从这里看呢，佛对于诸业神看得很重啊。诸业神是什么意思呢？也是夜晚。意思是不愿意被人看见，我这个地方讲的是凡愚暗中，以你的智慧、慈心、悲心导引众生破迷开悟的教育家、慈善家，这一类的都属于主业神。所以主业神一般在讲呢，在这个社会上，没有
职位，没有地位，也没有职责，但是他真正行善，我们中国人讲积阴德，欢喜作善，时时行善而不为人知，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一类的人都叫做主业生。中国古人重视阴德，阴德报得厚啊！阳德是你做的好事，没有人不知道，人人都称赞你，人人都夸奖你，你就爆掉了。所以诸位要晓得，你明白这个道理，好事不要让人知道，坏事希望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人骂你一句，那个人骂你，爆掉了，就爆完了嘛。好事没有人知道，这个好啊，那个果报在后头，那个报得厚啊，你将来有大福好享啊。那坏事不能藏啊，藏起来没有人知道，后来受大苦啊，会堕恶道啊。所以这个坏事人家揭发了，那诽谤侮辱啊，讽刺，好事情啊都报完了，这是说明积阴德了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类的人德行是以法为乐，所以这是第九行的菩萨。第九行叫善法行，善，真正的善就是阴德，积功累德，断恶修善而不为人知，好事情啊！这是真正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才这样干。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有钱大慈善家，他布施的这个钱财，如果没有人表扬，他一文都不拔，一毛不拔他要人家赞叹他，要人家表扬他他才高兴的，才愿意出钱啊，好名啊。那么他修的那点功德的全都爆掉了，这愚痴没有智慧。所以主业神这个意思非常之深，范围非常之广，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一个行业，你真要懂得有这个善心，暗中去帮助别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见到需要帮助的人丝毫不犹豫，不怀疑，真正肯做幕后一位主咒神，咒是白天，大家都看得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光天化日之下了。这个里面
范围也非常的广大，大概就是他有地位，他有职务，有位有职，他有权又有责任。那么这一类的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领导里面又分很多层次，这个地位权责有大小之分，在这个国家最大的是总统啊，最小的是乡长里长啊，大机关里面小单位里面的主管，他也有他的职务，也他有他的权责，他也管几个他的部属，那么他也是领导人。凡是这一类的都属于主咒神的范围，他有位有地位有权有责，他应当要做啊，他不能不做啊。所以他这个跟主业神不一样啊，主业神没有地位，没有权，没有责任，是他尽义务做好事，不为人知。这个你做人知、做好事的时候，大家都看得见，都清楚。那么做哪些好事呢？古圣先贤常讲的，做君、做亲、做事。你只要是一个单位的领导人，你管几个人，你对你被你所管的那几个人，你要用君亲师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这个就是第十行的菩萨叫真实行啊。我们要懂得，如果你在家庭里面，你是一个家长，你家里面这些人都要听你的，你是一家的领导人，也要做到君亲师。君就是领导人，你要尽到领导的责任。所以我过去曾经讲了一个专题，说这桩事情，是因为有一个同修来问我，好像他是一个教员，他来告诉我，现在的学生不听话，不好教，连带的时候呢，父母跟儿女有代沟，儿女不听话，老师呢教学的时候，学生不听话，那么再到社会上，这工商界这些老板的员工不听话，这是一个
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我们想想古人所讲的，发现了毛病之所在。你统领大众啊，一定要尽到这三个字的责任啊！你这三个字里头只做到一个，另外两个没有做到，他怎么不出毛病？儿女为什么不听话呢？你对他只有亲情，你只做到这个字，你没有好好的带他，这个带领他了是领导啊，你没有好好的教他，你看这两桩漏掉了，你怎么样爱护他也没有处，他会不会听你的？儿女为什么不听话？学生为什么不听话？你这个做老师的人啊，只知道教他，你对他没有亲情，没有这种亲情爱护他，你也没有去领导他，所以你只做到了一个师君亲两个没做到，学生不听话。那这个老板带员工，员工为什么不听话呢？你老板做到了领导，领导，但是对他没有亲情。换一句话说，没有真诚的爱心，没有好好的教导，员工不听话。所以我们要晓得，君亲师是一而三，三而一啊。一体的三面，三面构成一体，顶置三足，缺一个都不行。你要叫学生听话，听从老师，老师对学生除了教导之外要有亲情。古时候人常讲，师徒如父子啊，老师看学生就跟看自己儿女一样，照顾的无微不至啊。这个学生感恩戴德，一辈子不会把老师忘记。有亲情在里面而且老师领导学生所以这三个字都做到那师生的关系就不一样在我这一代经过八年对日本人的战争，生活非常痛苦。我们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乡，流亡啊！流亡学生，国家好心把我们召集起来。办学校让我们有地方念书我们没有收入跟家庭已经断绝了一分钱都没有国家养我们国家发给我们粮食发给我们衣服发给我们很少的零用钱这抗战期间是国家办了不少这样的学校专收流亡学生
这个里面的老师就要负起家长的责任。所以我念书，老师对我们有亲情啊。真的，那个时候老师，这是君亲师三个字都做到啊。我们对于老师终身感激，对于同学比兄弟还要亲，生死患难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共度啊，不一样啊。所以这样的同学关系，这样的师生关系，现在的人想都想不到。跟你讲，你不能体会，你不会懂得。生死患难的时候啊，这个情谊就深了。老板对待员工也要如此啊。纵然遇到极大的困难，你的公司不会倒闭，你的职员不会散开，感激老板。那这个里面就不是利害了，道义之交啊。老板能够把员工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年轻的看成自己的儿女一样，这样的关心他，这样的爱护他，教导他，领导他，成就他，他怎么会不感激？你纵然受到很大的或者财务上事业上的波折，他们都能把你挺住。困难的时候不要薪资也工作，道义啊。所以今天社会之乱，每个人在自己的这个位置职分上只做到一个字，那两个是祸。问题出在此地。我们遇到问题总要多想想，找出问题的原因，然后如果能够把这个因素消除，那一切就正常了。这样才能摄化一切众生。所以这是真实性。总体来说，菩萨行里面这十个纲领，每一条里面都含涉其他的九条。如果只有一条，其余九条都没有，你这一条不能成立。这个真实性，真实里头一定有欢喜、饶益、无取、无违逆、无取恼，一直到善现、无著、难得、善法，这才是真实啊！说欢喜心，就是你没有下面这个九条，你怎么欢喜啊？你那个欢喜是假装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华严经上常常教给我们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任何一位，一个位次都含摄一切位，这是一个小单元，十个位次，初行位、二行位到第十行位，每一个位次都含摄其余九行。那么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行部有次第，有初二三四有次第，这叫行部。圆融是一里面包含一切，任何一位都含一切位，这圆融。圆融跟行部是同时的，
是不二的，不能够分割的。那么一生中里面有三十九种，三十九种的杂神这一类啊，到这个地方讲完。那么下面呢，这是第二啊，这个一生一共有三大类。第二大类啊，叫八部死亡天。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